好比地政事务所的一楼大厅，现在正在展出经典赛车模型，真侪经典品牌甲车款拢有展出，介意想请的车迷爱把握机会。近期有不少到好比地政事务所办公的民众发现，一楼大厅有一场精湛的展览，赛车模型是真侪收藏家的心头好。河北地政事务所特别赠送已经生模型车三十几年的收藏家，提供部分珍藏的模型车到地政事务所展览。因为我们想说，利用我们这个空间呢，那应该也有很多有这种有爱好的这种同的乡亲哦，也可能也很少说一次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模型车在参展了，所以我们才特别规划这次的展览。一般市面上了哈，收藏家有在收藏的这种火柴的小汽车哈。一般是分了两种了，一种叫做金属制造的，那一种是树脂制造的。那金属呢，它就是哈，就是一次就可以做好多的数量出来，而它的价值就比较低。啊，我们这次展出的是全部哈，66台里面全部都是树脂制造的，它是1:43的模型车。其中只有这一部比较特殊的是，它是1957年的时候从埃尔菲亚特公司所制造的一部。就算销路在欧洲销路非常广泛的一部，像是国民车，它那比较，就是比较符合一般人的需求的一部车，所以它虽然不是赛车，但是它还是最受广泛喜爱的一部车。地政事务所一楼大厅展示柜总共藏了66部经典赛车的模型，有冠军赛车、经典国民小车、为爱快罗密欧、保时捷、宾士，各项拢有，好到地政事务所办公的民众会当大饱眼福。陈俊杰主任表示，欢迎兴趣的民众会当半工到地政事务所来赏车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